嗯，对，大概在下月中，我们的新产品会推出。嗯，那时候就需要封面出来了。是，我知道导演。好，所有配置，所有的都准备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拜托你了，谢谢。 事儿这么点小事你都做不好，都怪我。董事长，我来找您签几份文件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花董，您刚才少签了一个名字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确定？确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都这么没有礼貌，进屋都不敲门？你要收敛一点，不要引诱我。 巡演啊，怕咱们打不过吧？哎呀，不管了，上吧！明儿，啊！ 是啊，老板让我们教训他，那就上啊！明月，戏真好。这不是我们的人，快去帮秦东海！ 快叫小心！班长，没事吧？
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们几个到底谁是主谋啊？他。我还不是为了让你留在我身边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。那就是说，李逵遇到李鬼了。没错，他们说老板让他们来打你。班长，你看我和高人也算是救了你，就从轻处罚呗。啊，对，从轻处罚吧。行。看在你们将功赎罪的份上，罚你们打扫卫生一个月吧。我扫地拖地，我擦窗户做饭，我洗衣服，我刷马桶。好，你们三个给我说到做到，听见没有？好，谢谢班长。王明月，你不行。为什么我不行啊？他们都行。因为你是主谋。我，你得给我写检查。你要把整个事情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、犯罪动机、心路历程写得清清楚楚，三天之后我要看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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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写检查。下来吧，那三万块钱还给吗？还想要钱？猪八戒。师傅，这是我的检查。好，你念吧。亲爱的秦东海同志，今天我怀着心虚的心情写下了这份检查，希望你听到后能够对我的错误不再揪着不放，能放一条生路就放一条。首先，我不该怂恿郝帅和高人这两个猪队友搞这么一个全是漏洞的计划。哎，这还骂人呢。其次，我不该低估了秦东海同志的智商，企图将他在我手中玩来玩去。明月，那个词叫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我承认，我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、自己挖坑自己跳的行为实在是不值得同情。但是，这一切都是有内在的深层的原因的。其实，一直以来，我都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人。我害怕孤独，更害怕我在乎的人突然离我而去，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一个馊主意，想要给他一个留在我身边的理由，想要告诉他我需要他，离不开他，没有他在我身边，每一天都好像失去了颜色。我承认，是我的意志力太薄弱了，没有想到后果，贸然行事，也没有规范好自己的行为，造成了大家的困扰。今后，我一定会尊重他，恪守礼貌，绝不再有任何越矩的行为。请大家监督，检讨人，花明月。哇哦，明月，你这检查像极了爱情啊。相当感人。师父，你不要再生我的气了好不好？明月，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生过你的气，而且这一次还有点欣慰，能果断把我开除，就代表你不会再感情用事了。你可以沉着冷静地应对集团内部的问题，你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位合格的杀伐果断的霸道女总裁。我不是，师父，我还是很需要你，我需要你在我身边。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吧。一起住？
同意，同意。我先去个厕所。